你干嘛呢你？那小子占你便宜，你看不出来呀？因为碰着我占什么便宜啊？哦，非得碰着你才要占便宜？那跳舞呢？碰着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怎么就是他占我便宜了？我觉得长得挺帅的，跳的也挺好的，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呢？哎，我觉得你审美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哎，我觉得我跳的也不错，要不你占占我便宜啊？你闪开吧你！你有病吧？我要去盯吴松荣。 那个贴身跟他跳舞的女孩一看就没安好心。你怎么知道那女孩没安好心？来酒吧就算泡男人，那也得挑一帅哥。谁没事泡一大爷啊？干嘛？在外面一样盯，在里面也做不成什么事儿。他们早晚得出来。 生气呢？我以为你会不喜欢里面那种环境。你以为而已。你有问过我的想法吗？说到底，你们男人都一样，都是你们以为，然后替我做决定。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怎么那么烦躁啊？出来了。 小亮出来了呀！哎，行，出来了。哎，行，出来了。上上上上。走。啊，对你坐后面啊。好，我坐后边。我先上。就这样吗？